谁让你在这儿睡的？你干嘛把我弄醒啊？哎，你还有理了？公司禁止午休，我就睡个觉，至于过来打我吗？我就打你，怎么了？我说不能打。我为什么不能打？把你手弄伤了怎么办？你是想心疼死我吗？不会借助工具啊？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？哎，这次给你个机会，记过过算了。多大人还记过？你三岁小孩啊？你别都尊敬词啊！我这种爱摆烂、厚脸皮的人，你记个够我就能改了？啊？你以为谁能跟你一样善良大度，知错就改吗？罚我200！字脸上又不会写字，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。哎，来罚款就算了，来帮我搬个快递。嘴巴这么欠，又在对我上。又酷又帅又有原则。臭男神，我不过一笑了之。调整一下公告，以后每天加1小时午睡。